谢谢。下去。干什么？要干什么？谢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谢谢。好，灯光好亮啊，真晃眼，有点睁不开眼睛。嗯，谢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对，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今天在座的观众得有很多。对，要不识数就别算。得有很多，满坑满谷。对了，有局部啊，可能缺那么一两位。哎，零星的。有可能是什么呀？堵车。哎，但是我们今天开场比较早。对了，因为什么呀？还因为什么？因为，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结束的要早一些。规定，就是场馆有规定啊，所以说呢，开场的比较早。对了，今天外边也稍微有点堵车。哎，大过节的，没关系啊。我们慢慢说。哎，争取把好的节目、好的作品回馈给您。没错，今天这个节目叫做师徒父子。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我师父是师徒。对了啊，然后郭麒麟跟于谦父。不是，净瞎说什么？说实话嘛。说的不对啊，我师父跟郭麒麟属于父子。哎，对，真的师徒父子相声专场。嗯啊，这样的形式不多见。对了，刚才头一个节目打灯谜那个郭麒麟。郭麒麟啊，人长得很精神，很帅，小鲜肉啊，啊，跟我差不多。然后呢，下去休息一下。谢谢。行，要点脸吧，多能夸你了，这个。我总觉得这是大家对我的肯定。没有，没有吗？你想多了啊。那个二位下去休息一下。嗯，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该我们俩了。今天在座的有认识我们的朋友。嗯，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有头回来的。嗯，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嗯，我叫岳云鹏。哎，一个小学生。不用鼓掌。哎呀，干嘛呢？不鼓掌。哎呀，哎，头几排这几个大哥怎么回事？那么票的贵，鼓掌怕什么的了，对不对？没见过这么虚伪的人，我告诉你。真有意思。后面的朋友，哇，哦，三楼也有人。嗯，哪有三楼啊？你看一楼、二楼、三楼也有人。我天哪！哦，一个栏杆的算。哦，嚯，那是人啊。哇，真好！你买，我天哪，买那么远，真的没有钱吗？是怎么样？你看这几排这个位置多好啊！行了，你这、啊、怎么那么不会说？什么叫没有钱呢？我这不，别说这话是，多挣钱。嗯，不是，他不是那意思。不是说你没有钱，就是不富裕。退票！别！对，你现在出去也堵得十点走，你不如跟这儿坐着，你知道吗？别瞎喊啊！我告诉你，我这脾气不好啊。哟呵，你还能怎么着？你还能？我吧唧往这一跪，你们就没有办法。您这脾气能活到现在也不易，其实啊，且活着呢 是活着吧。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岳云鹏。是您啊。沉痛的介绍一下我是。干嘛沉痛的呀？这离八宝山近是怎么着？这不是，哎呀，就是没有文化，用词不当，是什么？您这太不，你就介绍就完了，别一句那。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哎，那么客气干嘛？孙越老师。哎，您好。嗯，我就不像你那么虚伪，是吗？嗯，没有要掌声啊。没。孙老师，相声说的不错，您捧我了，口齿伶俐，表演大方。您客气，那是郭德纲。走，出去凉快会儿去。你不是说我呢吗？您也不错呀。您说我呀？您的口齿也很伶俐。是啊。表演也很大方。您捧。说相声多少年了，孙老师？哎呦，二十多年了吧。二十多年。嗯，那您在动物园这十年一直也在说相声吗？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那这一直说相声，一直在说相声。对了，真好。嗯，问您一个小问题啊。什么问题啊？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谁说的飘飘飘飘？这是什么？你给我站起来，来，我看看，还是个女同志啊。这是什么行业？这是飘飘飘飘，我的天哪！是吗？我哪知道？不是，可是啊，得休息一下啊。对对对，不是一个行业。说学逗唱，哎，对对对，比较有难度的就是学。啊，学。很多相声演员喜欢说这个学，说学逗唱，还上个口学。哎，这都是我们说习惯了的，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学嘛，学的东西很多呀。是是是，比较有难度就是学。啊，学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啊，这我们都不会学，你知道吗？你说他干嘛呀？画佐料。那您说那个实际的，学个歌曲戏曲啊，小曲小调啊，嗯，这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都归我们学习。哎，对对对，对不对？大小买卖吆喝您怎么样？我还知道点儿，知道点儿，这各种叫卖嘛，不就是？好，今天当着大家伙啊，嗯，考考您。来考考我。你是哪儿人？我北京人呢。呀，这么羞涩干什么？不丢人啊。谁羞涩了？你哪只眼睛瞧见我害羞了？还不是，我问哪儿人？北京的，就是特别害怕的意思。我是那样吗？没有哈，我北京人呢。北京人，嗯，听过不少的叫卖，对不对？北京多呀。好，嗯，其实我学相声也十来年了，我给您学一个，好不好？十来年了啊，多大了？我今年27。九腔十八调，没听见呀、啊，没听见呢。怎么了？您没听见？您多大岁数？啊，37啊。这也不行啊！不是，四十来岁啊，比我还老呢。嗯，马上入土好吗？也是，最近净死说相声的了。嗯，你们都是什么心态？你们都什么心态？瞧出殡的心都是啊。我给您学一个啊。啊，学什么呀？过去卖什么都讲究吆喝。哎，对了，九腔十八调，嗯，棕绳翘扁担，肉嗓子。比如说这个卖菜的，嗯，过去长安街上卖菜。对，您挑一个。您等会儿。长安街上卖菜，城管死绝了是怎么了？你说这话我不爱听，什么意思啊？什么长安街上许卖菜吗？过去解放前那叫正阳门外。正阳门外。对不对？那哪不叫长安街上？挑一个扁担，前后俩筐。哦，俩筐。前面这筐里呢，搁点菜。嗯。后边这筐呢，搁一石头。搁一石头。走街串巷，吆喝起来，哎，特别的好听。我跟您请教个问题啊。您说，扁担挑俩筐。嗯。前面那筐搁点菜，后边那筐干嘛搁石头啊？你看这就不懂了。我怎么不懂了？掌握平衡啊。哎呦。前面有菜，后边没有，不平衡，挑起来比较累，比较辛苦。哦，你要掌握平衡，那后边那筐搁点菜不好吗？也。你要说一个筐背着不就去了吗？这扁担是租来的，是怎么着？不用不行。哎，真行！你说的有道理啊。废话，前后都是菜，两个筐都是菜，吆喝起来特别好听。我给你学学啊。啊，学学。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拢一拢耳音，就跟那个回响似的。嗯。哦，香菜。怎么了？听懂了吗？那么远都听懂了，我这么近听不懂啊？香菜啊，香菜，嗯，又叫盐碎。哎，对对对对，香菜，香菜，香菜辣青椒哎。哎，你怎么了呢？你听懂了吗？辣青椒，没错没错，那尖椒，嗯，对，一般就卖这两种菜，知道吗？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就这两种菜，那是得挑个石头了，知道吗？你看看，你这菜摊两种菜买完了，我连凉菜都办不了，知道吗？你哪不再卖个黄瓜呢？那什么菜？老虎菜，我能办也得。啊，黄瓜，
卖黄瓜还河南的是吧？从河南进京卖黄瓜，走到北京来，啊，枯萎的黄瓜，那叫黄瓜吗？那个，好好的，一口气吆喝下来好几十样菜，好几十样的香菜、辣青椒、哎，勾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鲜、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菜嘞、蒜嘞，好韭菜。哎，真好听，特别好听，是是是，哎，这是卖菜的，嗯，过去卖什么都讲究吆喝，全靠吆喝，肉嗓子吆喝，嗯，比如说卖这个糖葫芦的，啊，冰糖葫芦，北京就分两种，啊，哪两种？南城跟北城就不一样，啊，就是南北城不一样，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有钱人呢，吆喝起来需要飘飘荡荡，悠悠雅雅，啊，传到院子里，需要慢一些。您过去那院子都深宅大院。对了，我给您学学啊，啊，您北城的是，啊，哦，卖糖葫芦也这样啊，米罗，哎，一会儿你怎么了？你老害怕什么？你瞧见狗了是怎么了你？我正看着你呢。干嘛？你给我躲开！甭占这便宜，不是干嘛？你这一惊一乍的这。我吆喝的是什么？吆啊，就这蜜来。对，蜜了。哎，这说明特别甜的意思。甜。哎，嗯，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月老问您一句吧。您都问我三回了，您自己知道不知道啊？你笑什么？那么爽朗干什么？废话呢。你不是你自己知不知道啊？哎，来买主了，你说。我错了。你看这自杀式袭击，就这么有尿性，怎么了？行了行了行了，跟我较劲想打我，我错了。哎，对。这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是吧？啊，您活的尿性啊！哎，蜜了就是特别甜的意思。甜，您知道是吧？哎，啊，那就行。蜜来冰糖葫芦。你瞧这钱了是怎么的？来哟。怎么样？悠悠荡荡，这个好好听。中间是是是中间他还笑场了一下，但是这都不耽误，是吧？不耽误。不是他，是你。对对对对，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飘飘荡荡，比较好听，悠悠雅雅。是是是。到了南城不一样了，怎么呢？南城大杂院居多，穷人多，吆喝起来特别的干脆，是吗？简简单单。冰糖葫芦，我给您学学啊，您学学啊。冰糖葫芦。好家伙！你们吓我一跳！你们，你吓谁一跳啊？你，冰糖葫芦！哎呦呵，刚蘸得的啊！哦，刚蘸得的，刚蘸得的冰糖葫芦，新鲜，特别简单。是是是，到了天津又不一样了。哦，天津，天津离北京其实很近，对，240里地嘛，口音就不一样。啊，有口音呢。冰糖葫芦人家不叫冰糖葫芦，那叫什么呀？糖墩儿。哦，天津话糖墩儿。哎，还有口音糖墩儿。哦，但是吆喝呢，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墩儿。这怎么吆喝？我给你学学啊。哦，天津啊，坐住了啊。干嘛呀？还坐住了？对啊！你是不是让车撞死的？没刹住是怎么着你？就这样。哦，这么惨。对啊！还真惨，听着。哎，这一天下来也不少卖。新鲜呀。旁边还有一个，跟他学、啊、学，但是人吆回去了多一个字儿，区别开啊，对啊，哦，这听着比他可疼多了啊，疼什么呀？这前面哎呦呢，哎呦，对儿不是那吗？不是，怎么呢？他是卖别的口味的，什么口味啊？他是卖橘子味的，我怎么没听出来呀、啊？哦，人之对啊。这使馆区卖糖葫芦的啊，
Orange 墩儿。嗯，哎，那这要这个香蕉味的怎么？Banana 墩儿啊。苹果味呢？iPhone、哎、Apple 墩儿啊。好，山药味的呢？来吧，我怂了。对，就这点好，你知道吧？随时随地，你说，哎，说怂就怂，哎，对，没有脾气，我错了。哎，是是是，您这么不要脸也少见了啊！这是卖糖葫芦了，咱别胡吆喝。过去卖这个包子的，哦，包子也讲究吆喝。是啊，回民的包子跟汉民的包子它就不一样。哦，回汉两教不一样。当然了，一般做商居多。嗯，就是开门面包子铺，哎。门口啊，站一个二十来岁小伙子，小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是是是，跟我一样往门口一站，吆喝起来特别好听。不起哄就不可以吗？各位，哎、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你不给起哄的机会就不可以吗？您拿您打比方干嘛呀？啊，行。门口站一个二十来岁小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 啊，往门口一站，吆喝起来特别好听，可以了吧？干嘛还拍你自己一下呢？这是小伙子吗？这是包菜哦。哎呦呵，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不是您知不知道包菜？我当然知道了，就是包菜嘛，里边那个馅儿啊是菜的意思。对对对，包菜、哎、包菜，好卖我的面的包，吃的包，拿的包，尝尝包儿馅儿啊。你看看特别好 好听。是是是，哎，回民又不一样了。是吗？嗯，新出的甜儿呢？不知道，才疏学浅，不知道。跟我装？怎么那么舍里舍气的？跟我装？什么叫装啊？不是，你自己知道不知道？就是新出的屉儿，就是新鲜。对了，新出的屉儿嘞，包儿热的嘞，饭里面的包儿又热嘞，吃包吃包，包儿干蒸的。哟呵，埋后沟啊！好听就好听在后沟上了。是啊。吃包吃包，包儿干成的。哎呀，干成的。嘿，哎，您受累，您喊一皇上驾到。起什么哄？起什么哄啊？不是不是不是，来一个。现在这剧里就太监火，你知道吗？来什么来？来什么来？您来来像像，来个，来。你花多少钱你听皇上驾到，真有意思。你要不能上帝驾到。那个楼上的朋友把耳朵捂住啊。干嘛花钱少不能听是怎么着？还什么人呢？这都是皇上驾到，怎么样？哎，您再奔放一点更好。啊，行行行了，这就可以了啊。嗯，是您戏路宽了，反正啊，挺臊当。那个这还知道臊呢。到了天津啊，有一位卖包子的。哦，天津与众不同。您说说，一位老大爷，上岁数的，七八十岁。哎呦，半夜出来卖来。半夜出。卖给谁呢？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卖给这些个有需要的。岳老师，七八十岁了，半夜出来卖来。卖给有需要的，是不是这得九十岁的买呀？你给我躲开啊！什么毛病？想什么呢？想什么呢？卖什么呀？卖包子。您说出来。卖给有需要吃包子的人。哦，夜里吃包子的。对了，夜里谁吃包子呢？谁呀？这些个打牌的人。耍钱的。哎，什么、哦、什么打麻将？哦，麻将。啊，斗地主。什么推牌九？卖给这些人。您等会儿吧、啊、嘿嘿，您这牌都一个玩法，打麻将吗？麻将是这样啊，斗地主，地主是这样，推牌九这样。孙老师没少买包子吗？什么都会啊。我这最近减肥呢，我这啊啊，这个老大爷呢吆喝的与众不同，您说说。吆喝就俩字儿。哪俩字儿？肉包啊，肉馅包子。哎，弄一筐，筐里搁点包子，上面弄一层屉布，保温的肉包。肉字呢声音特别的响亮，上岁数了。包字
不仔细听逮不着他，没底气。我给您学学啊。哦，上次有人卖包子啊。又晃，又晃。这老头得死到包子头了。你说话怎么这么不好听呢？怎么？好听还不说呢？换钱，老头。老头原来是干过消防吧？这么大嗓门的呀，宝。哎，绕。忘了。宝。哎呀哈。哦，这这么大，这这么点儿，这个特别的可爱。哎，是是是。哎，这样，孙老师，您说，您在台上听相声也半天了，谁听相声了？我花这冤枉钱呢，我，这我听你干嘛？我，什么叫听相声？不是，您不是离逗哏最近的观众吗？不是。谁告诉你的？您是北京的。对，北京怎么了？这样，嗯，我吆喝一个，怎么样？我让您猜，是卖什么的，好不好？不是什么意思？你吆喝一上句，你让我猜你卖什么的？对，哎，不是我瞧不起你啊，我跟你这么说啊，你只是吆喝出上句来，我给你接下句。哦，哦，哦，我给你拿速效去，还能接上来，多新鲜呢！哦，你要下蛋是怎么着？到点儿了是不是？你这么厉害呢？哟，你来呀！我能让你难住了，真是的。听着啊，啊，接下句啊。您来，您来，这还不简单？卖大虾，小金鱼喽，绿瓷盆啊。朋友们没有猜出来，卖大小，他说小金鱼，我们说绿瓷盆，不卖金鱼就卖瓷盆，知道吗？猜不出来。哦，卖大小就不一定是大小金鱼啊，有可能瓷盆有的。对呀、啊，啊，真没注意啊！再来，哎，师傅，师傅，您再来啊，您再来。迎面饽饽馒头，卖，听见了吗？你不卖饽饽，就卖馒头。您这个一马俩脑袋两头堵，您猜不上来呀、啊？那我要求你接呀、啊，猜不上来呀、啊？你听我这，谁不会？听我这啊，来呀、啊，来呀、啊。江米小枣喽，粽子和切糕。我嘴慢了，我。行行行，你听我这个啊，你听我这个啊，听着啊啊。包圆了，包圆了，包圆了，包圆了吧。你去死吧你！不着急，不着急啊！我哪知道卖什么的，包圆的。你不能给吗？什么都能包圆的卖，知道吗？你不有能耐吗？好，那你猜我这个啊！你来呀！你绝对不知道是卖什么的。你来呀！听我这个啊！堵不死你我。两元一件，一律两元一件。两元一件，一律两元一件。来，猜，卖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就问你什么时候拆。这谁知道啊？跟我猜，跟我猜，我给你出一个啊！郭麒麟走在沙漠上啊，有这边有两杯水，这边是我洗澡的水，这边是你的尿，你喝哪个？我渴着，甭来这套你，脏不脏啊？这个龟兔赛跑，你行行行，甭来这套你啊！要说讲究最好听的啊，您说说，得说是卖故意的。什么叫故意啊？就是旧衣服，二手的。现在这个世界不多见了。现在干嘛？您这嘴都什么毛病啊？啊？现在这个世界不多见了。啊。过去有。过去有。旧衣服。嗯。甚至有的衣服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因为过去穷人多，买不起新的。其实人家不在乎。啊，是是是。哎，无所谓。对。但是现在不多见了。现在不多见了。过去。卖故意讲究吆喝是吗？北京故意哦，北京的，天津故意，天津的，上海故意，上海的，东北故意，东北的，故意故意、哎、有很多种。
怎么还故意故意啊？就是对口的故意。哦，两个人卖故意。像什么北京故意、天津故意，您都听过吧？嗯，有的听过。这样，孙老师，您怎么着？您给我们学一个什么呀？学一个东北故意，我知道您会。哦，东北故意，好不好？那兄弟，我来这个。好，咱先说清楚啊，咱卖什么？嗯，因为东北天冷，咱卖这大花袄。嗯，行吧。好，完了，咱先提前说啊，有孩子抱住了啊，因为这东北人吆喝着干哽倔脆，一嗓子出去吓一跳，容易把孩子掉地上，知道吧？咱说卖这大花袄啊，抱住了啊，抱住了啊。你媳妇抱那么紧干什么？孩子啊，咱这么开始啊，就卖这大花袄啊。见这个大花袄，大哥买去给大嫂，大嫂穿着满街跑。哎呀，你要吓死我！不是没死吗？这就是东北的故意。就这样，干哽倔脆吗？咱们两个配合一回。怎么配合？对口的故意。俩人。两个人。行啊，我来这个掌柜的。啊，行行行。您来这个小伙计，咱们两个人呢，哎，卖一回。哎，我来小伙计，那您别来掌柜的呀。那我来谁？您来大鸵鸟啊。我也不像大鸵鸟啊。我像小伙计呀。不是，您长得比较惹火呀。没听说过，我都上火了，知道吗？我小伙计，小伙计，我跟您学这个对口，我可不会啊，说清楚了。没关系，嗯，就跟着我来就行。就跟着您，特别简单，就是您怎么来我怎么来。哎，行行行，这我能，这好比是一个大罐啊。那我也拿着。哎。啊，就模仿是吧？嗯，行，跟我来，跟我学啊！我也这样，我跟你学行啊！嗯，好，对口的。大了马的罐儿啊！啊，大了马的罐儿啊！你是不是有病？不，这叫什么话？这叫我大马罐，你也大马罐，像话吗？你不让我跟你学，往下吆喝呀！往。哦，来我。大了马的罐儿啊，二了马的罐儿啊，三了马的罐儿啊，啊，四了马的罐儿啊，五了马的罐儿啊，六了马，你吆喝，你别让我一人来就六个马的罐儿，七了马罐儿、啊，你是不是达克宁吃多了你？你们家那是口服的药吗？满嘴脚气呢，怎么？什么话这叫？你什么意思你？啊？往下吆喝就是二马罐啊？不是，您告诉我什么规矩啊？什么规矩？马罐穿在哪儿用在哪儿，你得吆喝出来呀、啊，往下吆喝吗？穿在哪儿用在哪儿？啊，马罐不就外套吗？套在外。对呀、啊，套在外边，你吆喝出来呀、啊？您这什么动作这是？吆喝出来呀、啊？您这是什么职业原来？这怎么了？这不是怎么吆喝？没明白，我就这。我这大了马的罐儿啊，我套在了外边儿啊。哎，多么的简单！哎，那个词儿我能理解，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动作啊，套在了外边儿哦。这叫什么？这叫白手起家呀，白手起家呀！您等会儿，不是这意思啊，白手起家，白手没有钱的意思，知道吗？那个、哦、不是白手的起家，我以为一白手什么职业这是？没有，白手起家是这意思，不就是我吆喝用途不是吗？对呀、啊啊，对对对，穿在哪用在哪，很简单、啊啊。我管这个、啊、穿在哪用。大了马的罐儿啊，套在外边儿啊。没有袖子啊，那不坎肩儿吗？吆喝出来呀！这怎么吆啊？那是坎肩儿啊！我脑子有点慢，就是您吆喝上句儿，甭管是错的是对了，我得给您圆上来。哦，就有点您撒谎我圆谎的意思啊。哦 ，OK， 大了马的罐儿啊，套在外边儿啊，没有袖子啊，那是坎肩儿啊，可以啊，对吧？没错。买裤子哦，凉了跳的腿儿啊，
一条腿儿哦。那不是口袋吗？那是口袋哟。我是没抬起脚来，我告诉你，三条腿儿哦，没法穿哦。四条腿儿哦，两个人很穿哦。五条腿儿哦，那是手套哦。有五条腿裤子吗？脑子太笨了。废话，那谁也接不上来呀、啊。这都圆不上来，怎么当小伙计？不是你能圆上来啊？我当然能圆上来了。我问问你啊，这五了条的腿儿哦，三个人穿哦，穿不了。有个瘸子哦，去腿呀、啊。啊，好家伙，那往后咱要什么呀？往下来啊，找钱算账。我见着钱了，看看您的智商。我告诉，就算钱算得清楚，算得清楚，算得清楚。您来买袍去哟、哦，有个令字哦，有个袖子啊，有的棉底花呀，堆儿了个堆儿啊，打的棉底堆儿啊，怎么那么厚哦？亲娘续的呀，后娘当的哟，当多少啊？五六毛哦，一块一哟、哦。我给你两块二啊，我找你一块一哟、哦，我给你三块八呀，我找你两块七哟、哦，我给你186.35哦。咱们刷卡不？没有 POS 机呀、哦？哪有那么零的钱呢？谁也算不上来，算不上来了吧？算不，谁也算不上来。我就能算上来。你能算上来？那当然。我问你啊，我给你138.45哦。嘿嘿，我留下一块一哟，剩下都给你哟。哎，他算上来了。我们正在找主持人，主持人去哪儿了？哎呦！会成功的，会成功的。哎呀，谢谢。来了。谁呀？谁？别吓唬人啊！一看就是秋天了。谁不会？你不会，你不会。行了，一帮流氓，你看看。听出来了啊！谢谢，刚才这个节目叫做《学电台》，是我的师弟郭麒麟、嗯，还有一个叫不认识啊，严可祥，大脑袋。哎，二位下去休息一下。是、嗯，虽然没有主持人，但是我们两个人依然是走上来了、嗯、啊。是没办法，嗯。今天是师徒父子相声专场。对了，观众朋友们还都在啊，没有回家、嗯、是吧？废话，几点啊？挺好，挺好。嗯、接下来，我们二位再给您说一会儿。好啊，说一个小段是。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啊。您说。有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小疑问，说这些个相声演员有没有钱？他们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现在的相声演员。拿我来说吧。您说。我没有钱。我说相声就是，真的我没有什么钱，嗯，知道吗？您那钱不是？当然了，比上面那些朋友可能稍微。您那钱都留着治病呢啊！不好意思啊，一会儿下来别揍我啊。嗯。但是有些人啊，嗯，条件特别好。有家里有钱的，哎，像郭麒麟，啊，又是星二代，嗯，又是富二代，全占了，对不对？孙老师就有钱，我一般，大胖的身子，700来斤，为什么？您等会儿，小时候，您等会儿，有这么大还700来斤，我这肥算白减了，不是，视觉上大家看不太清楚，来，你视觉怎么看？对不对？这是不骗人的。不是您等会儿，
您是不是拉过面呀？我拉什么面？您那手怎么越来越大呢？这玩意儿，你看，对不对？你有点圆规那意思了，一边不动一边动啊！甭来这套啊！就薛飞的胖了一些，啊，是胖。庸为什么？啊，庸为什么？庸为人家里有钱啊。小时候有点钱，家里。孙老师富六代。我人都二代，我六代。哦，您说了啊，富贵无三辈。嗯，清官不到头。对对对，人家里富了六辈，辈辈传。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啊，我爸爸孙越的父亲郭老爷子，就那个老头，我跟你说啊，有意思。这有什么意思？干嘛呢？替你师父占便宜呢？这，啊，这德云社是爸爸都姓郭是怎么着？这像话吗？这个？这是我们的传统。你们那是你们传统。我师父就这么教的呀。那不行，你是不是坏人呢？叫知道吗？那叫坏招啊！我爸爸姓孙。别闹。行。就是谁跟你闹了？谁跟你闹了？我拿这闹什么呀？我，哎，姓孙怎么了？就闹的，开玩笑是不是？谁跟你？我多的跟你开玩笑了。你姓孙，你父亲也姓孙吗？不是，非得随你姓？不，谁呀？就是我爸爸姓孙，我也得姓孙啊，子随父姓，哎，对不对？高宗祖遗留嘛。他父亲孙老爷子，哎，对对对，那个老头，北京的通县，嗯，有一个外号。北京通州区有外号，大菜猪。大菜猪。哎哎，各位，哎哎哎，啊，哎，什么外号？大菜猪啊！为什么叫大菜猪啊？说这人有钱，呵，你看这个人大菜猪，大菜猪的吗？不是有钱叫大菜猪啊？不是吗？有钱叫大财主，还大菜猪还？你爸爸还萝卜兔呢？你爸爸萝卜兔，真是！我是昌平人，我说话。你哪儿人？你哪儿人？你领奖时候那口音可不是昌平口音。我是岳云鹏，不是这个吗？不是昌平，就是再往那边一点儿。昌平在往哪？在往哪边一点儿？再往南点儿就是郑州。多点儿？啊？郑州那边吗？这出去快1000里地了，知道吗？真行你！我有点口音，就是大财主。财主特别有钱。哎，有点钱，就人家那个院子啊。怎么着？特别大，大院嘛。院子当中，嗯，两趟高速公路。我们家多横，你看。自己办收费站，这不浪的吗？自己充 ETC， 呀呵，知道吗？哦，其中有一趟高速叫富宝高速，这哪儿到哪儿啊？你父亲到保姆那屋？没有，保镖那屋。还有妈厨高速，这是你妈到厨子那屋？这，你妈到厨子那屋，我这么馋的吗？就是有钱呐，有点钱，值得一提的人家那个马桶。我们家这么有钱就提马桶？马桶啊啊，纯金打造。真的特别棒，金马桶，有钱啊，有钱。他父亲年轻那会儿啊，有钱，有钱到就是挥霍，有钱人都乐意挥霍呀。去那个北京城里头啊，进城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一般人找不到。各位，我爸爸这么有钱，先上个学怎么样？那全聚德卖那个吗？啊，那什么，全聚德烤鸭店呢？烤鸭店，鸭店呢？往那一坐，喊服务员。咱们一般正常人喊服务员都是服务员过来一下，啊，我点个菜。对呀，啊，都这样。我爸爸呢？再看他父亲。我父亲怎么了？有份，拉去。你说话那么难听呢？怎么？废话，什么叫有份呢？啊？有份吗？就是有派头，有范儿，有份，有范儿。吃撑了来的是怎么着？快漾出来了，你看，干嘛？这个还这样，转轴子了，你看。服务员，爸爸这样，恶不恶心呢？真行，老头腰不好是怎么？
这是花钱来了，这是挣钱来了。你父亲挣什么钱？废话，谁？服务员。像告状的都。哎，说话。过来。呀。等会儿，那不是我爸爸，知道吗？服务员说了，嗯，先生，这是我们菜单，您吃点什么？我们这是一个大饭馆，什么都有、嗯、啊，随便点。点吧。大饭馆啊，嗯，什么都有。是。蒸一个骆驼。哎呦，妥。我爸爸饿极了，这是。不要切啊，生蒸。整个蒸啊。先生没有这么大笼屉啊。废话。吃点别的啊。喝多少姜啊？西红柿炒鸡蛋。耶。盖饭。全聚德，西红柿炒鸡蛋盖饭，齐了，齐了。你找一小吃店得了，听我的。吃完了饭，哎呀，就去玩去了，还有心思玩呢。玩啊，嗯，去哪玩啊？啊，歌厅、舞厅、歌舞厅。过去的夜总会。哎，在歌舞厅认识了他的母亲。对，我妈在。那个，我妈是干什么的？啊，嗨。两个人什么就过去了？什么就过？我妈干嘛呢？怎么在歌舞厅认识你？你就躲开！说我妈干嘛呢？让我悄悄的告诉你。就不用，大声说出来。啊，你母亲也在那儿啊，消遣。怎么了？不是您的反应这么大干什么？不是您这话怎么这么隐晦？你不什么意思？你说清楚。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哦，舞厅叫富贵人家吧？这是我第一次遇见这么豁得出去的捧哏的、啊。废话，你这个捧哏捧得特别好、啊。你就是那意思你，你往沟里带呀、啊、我们这。你为了让大家笑，你不择手段。谁说的？我怎么这么浪啊我？好喜欢你这样捧没有啊，你什么形容词儿呢叫你母亲也是有钱人家的姑娘大家闺秀上那儿玩去了啊，也是去玩了两个人认识了啊，碰见了边跳舞边聊天、啊、交际舞哎呀姑娘你这个腰是真细 啊我妈苗条脖子姑娘攥着脖子跳真可爱哎好小嘴巴先走回家跟哥哥结婚这就结婚了领家结婚去了哦，攥一脖子就结婚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一攥定情了呗。嗯，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再生活再幸福再美满，这两家有钱呢，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父亲，嗯，没有儿子。对，我爸爸没有儿子。你说你的心里难受不难受？难受，难受。那个我问你啊，我爸爸没有儿子，我打哪儿来的？我打哪儿来的？说呀！我打哪儿来的？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干什么？废话，我无辜的啊！你是无辜的，你污蔑我不行。谁污蔑？我污蔑这干嘛？我咱俩这岁数不合适。是不合适，反了，知道吗？不是你说的，我不看你。我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您就有点老家话的意思了吧？怎么这么绕的呀？啊，没他的日子啊，嗯，家里没法过了。想儿子，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你看我们家还有书房呢，手里拿着一本《嗯、金瓶梅》。大姐，大姐，你去哪儿？大姐，我换一本书行吗？你别走行不行？不是书的事儿，不是书的事儿。我说的金瓶梅站起来就走、嗯、拿起一本哈利波特大姐我爸有不了儿子了嗯，那还是金瓶梅给我爸爸看这书那玩意儿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没有看这个书本一合放回原处不看了换一本插图版的耶那合着不认字儿看画呢还啊看人家西门大官人西门庆、啊、是一个淫棍不是好人他也有后代子孙哎他三妻四妾看我孙国庆对我爸爸孙国庆啊
唱歌那兔子吗？那不是，看我孙大圣猴啊！你爸爸猴，你怎么随你二叔了呢？用你独特的捧哏方式来，我竟无言以对。这没想到啊，这么狠。这个捧哏方式我喜欢、啊、对，我夸你呢，我好好的，你眼泪都出来了，怎么这么开心？我这含糊。你想你爸爸，想你二叔，你跟我说实话。像话吗？这都好好的，想看我，看我孙燕姿，那是女的。看我孙楠，他乐意倒是。看我孙叉叉，对你爸叉叉，你爸叉叉，那叉叉的在书里都不是好意思，知道吗？那怎么说？孙某某某某，看我孙某某，哎，某某，我也是一个没有，没。你往这上靠什么呀？你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子孙呢？想想吧，来个姑娘也行啊。是，你最次怎么样？来个京班啊？哎，来个狗啊？啊，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想想吧。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哭嚓，哭了，这不拉了吗？哭嚓，啊，哼，呀呵，还小萝莉有点还哭，哼，干嘛呢？多难受啊，巴嗒巴嗒掉眼泪了，哎，掉眼泪了，哎，你父亲正哭着呢，哎，小丫鬟从这儿路过，丫鬟扒窗户一瞧，扒窗户，你瞧，哟哟呵，这老不死怎么了？这老，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丫鬟这手底使唤人说我爸爸老不死啊，内心活动，哦，心里这么想的，对，那也不行，尊敬着点儿。这老员外怎么了？老员外怎么还哭上了呢？嗯，不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这个安人就是他的母亲，官称小丫鬟，一溜小跑。是，好家伙，哟，丫鬟提速了，你们。哎呦，甩得我肉疼。你脸多大的？就觉得脸掉下来了，你知道吗？啊，左脸抽着右脸了都。你今儿有点兴奋啊。那是那是。哎，行，捋捋吧，往后。来到内宅。啊，就是内宅。扒窗户一瞧。怎么老爱扒窗户啊？看见他母亲了。哦，我妈。他母亲也在那儿伤心难过。你看看。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咱们家这叫工具书啊！哎，这回没有人走啊！嗯，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嗯，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换一本插图版的，嗯，换了一张盘下来。哎呦呦妈！还是我妈先进啊！行，还 CD 呢，还得浪。哇！别乐了，警察在招来。看人家潘金莲，对，潘金莲是一个荡妇，不是好人。他也有后代子孙，有吗？为了这段相声无所谓了，篡改历史。看我叉叉，你等会儿看我。我妈怎么什么名都没？某某某，我妈某某某。我也是一个，哎什么？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哎，想清楚了。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哭嚓哭了。哎呵，俩人吃的一样的是。难受啊！啊，是是是，伤心难过的小丫鬟过来了。呦喂，哎呦喂，夫人，您怎么也在这哭呢？后院书房，老爷在那哭呢，老爷也在那哭呢，赶紧过去瞧瞧去吧。这丫鬟有点像咱后台主持了啊，这嘴这碎。重要的事情他要说三遍嘛。那这行了，算半的嘴，这是。走着。我妈去了，喊上四个丫鬟，四个春梅、腊梅、烟梅、硬梅，得给我妈点着了。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哎、您等，干嘛扛着我母亲？没腿。哦，没腿。来到后院书房。您等，没腿。我说跳舞怎么攥着脖子呢？好，我妈没腿，一跳棋子儿吗？这不就是？
你说这什么孩子？什么孩子？废话，说自己的母亲是个跳棋子儿，没腿像话吗？有腿吗？有，对，有腿，有腿，有一条真腿。我妈是雨伞是吧？有一条腿，啊，两条假腿。哎，对，来，她还是没腿吗？前面那两条是真的，后边那两条假。你妈四条腿，你妈才人头马呢，知道吗？左前是真的，右后是假的，没有，就两条腿，两条腿，两条腿，搀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哎，搀着进屋一瞧，他父亲怎么着？正在分吃分吃的难过呢。这俩字你会写吗？分吃还得。他母亲走过来，要跟他聊几句，攀谈。我说，老员外，员外，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多有文化。我说鹌鹑呢？鹌鹑，你妈才鹌鹑呢，知道吗？鞍人。我说鞍人呢？哎，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我妈是存款。取出来像话吗？怎么说？取过门来。我把你取过来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四百余年了吧。老妖精。十四五年，十四五年了吧？哎，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得，没有。你看看，问要害上了。养下一女了否？否。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哎，您等会儿。哎，您等会儿。我替死你。啊！您等会儿吧，少看那猫和老鼠啊。飘到了墙上。废话，一这么高，一这么矮，啊！忘了跟你说了，你父亲一生气蹦桌子上了，上桌子了。你母亲一着急躺地上了。这什么毛病？这两个人吵起来了。哎呀，其实光吵架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您说，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哎，对了，转过天来两口子一商量啊，要去高山求子，就是拴娃娃呀，拴娃娃。对对对，什么是拴娃娃？过去有钱人没孩子，嗯，完了那个上娘娘庙拴泥娃娃抱回来叫带子还家，迷信。迷信。对对对，拴一个泥娃娃回来就怀孕了。哎。其实是封建迷信。哎，对对对，为了他那会儿拜访过四大名山啊，为了我去过峨眉山，那为我去过普陀山，为我去过五台山，为我去过花果山，为猴。花果山干嘛去？找你的父亲。甭来这套你啊，别胡说八道啊。妙峰山，京西妙峰山。哎，京西妙峰山是4月28的庙会。哎，他母亲3月底就开始捯饬。干嘛这么早啊？为了抢烧头一炷香，他虔诚，特别的虔诚。嗯，由打苏杭二州运过来的绫罗绸缎，一件一件做成了衣服，家奴院工站好了，摆成一排，一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他母亲开始挑，挑新衣服。我要这件。哎，妈妈，这个红色。妈妈，夫人是这件。行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啊。别躺地上了啊！这个红色，这个红色，这个喜庆，喜庆，我喜欢穿这个。好，哼，哎，别脱，干嘛在这儿？当着家奴院工就脱衣服呀？你母亲也说了，真是的，讨厌，讨厌，都转过去，转过去，都转过去，转过去，我上头了换去，一样。您上屋里换，上屋里换去。哎，换好了衣服，开始洗脚。洗脚。过去的女人都裹脚，缠足，把这个缠足布卸下来，开始洗脚。是。洗完了脚以后，水都黑了。哎呀，这个脏啊！再洗脸。再洗，妈，反了，先洗脸。先洗脸。哎，再洗脚。是。然后漱口。耶，一点不糟的，单打水。总而言之，一句话。嗯。梳洗大便完毕以后。大便完毕，庙里没厕所是怎么着？不是吗？那得打扮呢。梳洗打扮完毕以后，哎，准备出门。是，门口已经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哦，走吧。其实不到半小时也就到了。啊，挺近。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嗯，依着他母亲的意思要拜山。什么叫拜山呢？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哎呀，显得特别的虔诚，心诚啊！朋友们，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人得成什么模样了？不得磕死？小丫鬟得拦着。就是就那个哈，是吧？不是刚才甩脸那个丫鬟，不是，不是那甩脸的啊，不是，那是哪个？贴身的丫鬟。哦，提几人？什么叫贴身丫鬟？就是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就跟亲姐俩似的，一个被窝睡觉。是是是，小丫鬟得拦着呀，得他劝。
夫人呐，哟呵，夫人，不能那样。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心疼啊。你等会儿，这是丫鬟呀，这是哪厨子呀？自己招了吧。谁招了？这小丫鬟说话怎么这声啊？比我爸爸还爷们儿呢，听了吗？就是嗓音稍微的粗了一些。没有，小丫鬟女的。夫人呢？夫人，哎，咱找一个二人抬吧。多好，二人抬抬到山顶上，特别的虔诚啊，对不对？这大胡子一娘娘腔是吧？这干嘛呢？辫儿吗？谁小辫儿梳到这儿？这扮鬼吓人吗？这不是？找一个二人抬吧。哎，就找一滑杆抬。哎，抬到了山顶上。哎。到了山顶上，依着他父亲的意思，怎么样？要敬山。什么叫敬山？闲杂人等全都闪开。哎呦，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就跟这包场似的。朋友们，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势力。得有势力。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大喊！闲人闪开，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爸爸还是猴啊！这鞭花有……这。”不是这词儿，知道吗？闲人闪开，哎，我要净身。全都闪开了，那是怕溅一身血。我要净身啊，那拴什么也不管用了。净什么？山。闲人闪开，我要净山。进山了，全都闪开了。是是是，偌大的大雄宝殿啊，就剩他母亲一个人，就我妈一人，还有一个老和尚。哎呀！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嘿嘿嘿，有一老和尚干嘛？有用啊！我就怕他有用。你怕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他得念经啊！念什么经？求子金刚经啊！哦，他给念。哦呦，那得有，那得有。他母亲往这一跪，嗯，旁边老和尚念经，念经，我给您学学啊。你还会这个呢？哎，学过一下。哦，家传这是啊。你爸爸和尚，你来这不吃亏这。求子经哈。揭揭不罗僧揭揭不罗僧阿弥陀佛。什么意思这？嗨，无所谓。哎，无所谓。道上人有正气相称，斋主虔诚上香设拜。还有咽口。哎呀这是念经的味儿，倒是。扬声号，苦海滔滔，你自找为人不行半分好，枉在世上走一遭。哎，远观山有色，溪天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被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内。哎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不回归。哎哎、别，怎么还有死去亡魂呢？您这不求子吗？你听清楚了，死去亡魂不回归啊。对，不求子，不能让他回归，当然得求子了。你哪一句求？求子，他得先念死一个呀。我怎么这么投胎吗？不是，我这胎头子怎么这么缺德呢？我听着念死一个嘛，现在哦，先除掉一个啊。哦，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这玩意儿不回归。求子吧，求子，快羊角分儿啊，这是。死的这是啊。我牵着马，别唱了，别唱了，嘿，等等吧，等等吧，等等吧，怎么了？我刚要起范儿，怎么？别起范儿了，你，人们还有《西游记》呢，《西游记》怎么了？《西游记》怎么了？废话，你求子，你有《西游记》干嘛？《西游记》主角谁呀？唐僧，唐僧干嘛去了？西天取经，他得先取经啊，他得。经文上有，怎么生孩子吗？不是、啊，这是什么经文呢？告诉我，不是你，你打头来的。迎来日出。
我知道您快点吧，快点。兵坎坷城，不是。你有出发，你有来来，你看这个经响彻云霄啊！不是，你爱怎么我就问一句，我是哪一集出来的？我是，有点着急了我。白龙马，动画片也瞧。朝西拖着唐三藏，带着。我这还点众志成城的意思了，你说。什么妖魔？这么多和尚，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这求子有点众筹那意思了啊！刚翻过了，行了。这后拍的就别唱了，这是续集啊，别续集了，赶快吧你这。旁边老和尚啊，旁边一帮老和尚念经，改一帮了你这。他母亲烧香祷告，对对对，老太太得说话。老娘娘在上，是小奴家缺门德事在下。你妈缺德，也门鸡事在下。你妈野鸡，插门插事在下。你妈插门插事。孙门某事，孙门某事在下，你随便编一个也行、啊。不行，那不能称门称事。不行，孙门某事在下，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是，我们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没错，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磕头。当当当！我妈脑袋金刚钻的。老和尚旁边不是敲磬的吗？哪儿那么寸呢？站起身来，由打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干嘛？准备拴娃娃。啊，拴娃娃。我妈还套过狼，你瞧了，西部回来的，你说，宝贝儿啊，啊，别跑啊！对，抬头一看，怎么着？老娘娘怀抱的一个，那拴这个。这个不能拴，怎么呢？长大以后真命天子，没那个命，没那个造化。低头一瞧，地上趴着一个，是那个，这也不行。为什么？淘气不好养活。那怎么办啊？再找吧，找了找去，找了找去，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四个娃娃。对了，哦，有你，有我，梅艳芳、柯受良、张国荣，你们四个。我跟仨死鬼混什么劲呢？打麻将呢？哟，麻将、啊，你母亲一眼就瞧上你了。是是是，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娃娃。瞧见我了？他是把你抱家去了。抱家去了。到家以后，嗯，不到一个月，怎么样？你母亲怀孕了。哎呦，这灵啊！不服行吗？不行啊！不服行吗？不行啊！老和尚多灵啊！这这老和尚多灵。请您欣赏相声《道行论》，表演者岳云鹏、孙越。好，四月节似的呢。好了，谢谢谢谢，还有朋友送来礼物，鲜花，一会儿我摆一个圈啊。对，好这个、啊、谢谢谢谢谢谢，现场都有好几千的朋友，得五六千吧。看这边还有朋友啊，嗯，辛苦了。这边这边也有朋友啊，谢谢。哇，好远好远，肯定很便宜那儿啊。哪儿都不见，那是花钱来的，一千二百八坐那儿了。这儿这儿我知道，这儿肯定稍微贵一些，这儿肯定贵啊，一千二百八坐那儿，你疯了吧你？你太有钱了，一千二百八给我怎么样都行，知道吗？什么钱都挣啊！真是的，真有意思。现场好几千观众啊、嗯，有十几个送礼物的啊，挺好。送的花儿啊，对、哦，十几个送花、嗯、没钱没钱赚去啊，没钱。
这有这么教导人家？就是没钱你坐第一排，臭不要脸你。长得还那么好看。哪个？行了行了，我说眼有点花。好了，不玩笑了啊。刚才这个节目叫做同仁堂。对了，我们后台不错的演员，逗哏的这位叫啊，不认识，蒙住了吗？于鹤珍，于鹤珍，于老师啊，啊，于老师，于鹤珍是捧哏的叫什么？肖华，陈肖华，二位说的不错，下去休息一下。是同仁堂，当当当当，好几百句啊，很溜索啊，溜索，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还是我们俩？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您别带着我，怎么这个钱您不想赚了？我不想赚了，我今儿累了。咱别闹行吗？就出一回就行。出现在舞台，第二次出现在舞台，是我们特别喜欢北京的舞台，是吗？北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热情，也懂，哎，对不对？白说了，我就是想鼓励大家呀、啊，把这个场子弄得热起来，是，咱们开心起来啊。有的朋友喜欢听相声啊，这是好事儿。是啊，有的朋友说了，相声就是一门生意。对，错误。哎，看我这个迷之笑容，多么有魅力。错误。那您能告诉我错哪儿了吗？相声不是一门生意，那是手艺。我头回听说这词。诈骗。花1200跑这告状来了。花1200坐那儿，你觉得冤得很是不是？退票去啊，跟我有什么关系？真有意思。等会儿啊，翻场的时候我再跟过去跟你聊一会儿好吗？我在正经表演我的节目啊。还正经？哎，大行论已经好几年没有演了，我现在很紧张，知道吗？愣怕忘了。其实是手艺。什么叫手艺？庸位啊，庸位，好嘴，在北京就得说北京话呀。这是北京话吗？庸位，脸熟是一宝。脸熟？对了，咱们两个大家伙认识。是啊。哎，虽然这两年不怎么红了，但是曾经。那是你。不说了吗？别带着我。行。但是大家脸熟。在电视上看的，呵，这不是那谁吗？谁呀、啊？小岳岳。哎，你他就不换台了，哦，他就愿意看了，还有点流量，脸熟是一宝，那当然有流量了，当然了。对，你瞧这模样，裤衩着火，当然了。您这不他灭不了吗？当然了。是是是是，哎，您是火过，那生意是什么呢？您说说，生出一个主意来赚您的钱，这叫生意。哦，这么解释，生意又叫买卖。有买有卖，买卖分很多种。您说说，有让人的买卖，不让人的买卖，抬头的买卖，低头的买卖，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有很多种。哦，这么多种。当然了，您给我们细说说。先说这个抬头的买卖。哦，抬头。现在不多见了。哦。过去有很多。好嘴啊。现在真的不多见了啊。现在不多见了。哎，原来有那糊顶棚的。啊，过去住平房吗？对了，那平房那个顶棚啊，需要人去糊顶棚。宣纸糊棚嘛。他需要。抬着头干活，是吗？站在梯子上，哦，梯子。本家站在旁边，哦，嘴里跟人家聊天，手里干着活，眼睛往上看，是那样吗？当然了，是啊。我给您消息消息，哦，好，消息消息啊，模仿，啊、哦，大爷呀、啊，还以为你们没来呢，那姑娘们就算了啊，听着我这瘆得慌，大爷呀、啊。大家庭，我跟那么多人聊，我聊不过来呀。那是，那别聊了。哎，说出来，不尊重。大爷呀，就您这个顶棚啊，也就我给您糊。是啊。这换了旁人呐啊，糊不了这么好。你下班吧，走吧。我怎么突然就不红了呢？这换了旁人呐 啊！我有麦克风，
糊不了这么直密。嗯，这换了旁人呐啊，怎么样啊，糊不了这么周整。是啊，你看我给您糊这个怎么样，那真是刮风不透，火下雨不漏。好，多少年呐，怎么样都不会皱。嘿，哎，怎么样，是抬着头干活。哦，不耽误干活，不耽误聊天，这是抬头。不不不，现在得讲究啊，说话你得瞧着对方，尊敬他。您这是糊着棚低头跟人说话一样。您的意思尊重本家。哎，对了，拿眼睛跟人家聊天，你得有交流啊。不合适。合适，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嗯，大爷啊，还是他们家。嗯，就您这个顶棚啊。啊，怎么样，也就我给您糊。是，这换了旁人呢啊，怎么样啊，糊不了这么好。多好，这换了旁人呢啊，大奶奶回来了，你看，糊不了这么紫米。是是是，这换了旁人呢怎么样，哎呀，我怎么也糊不了这么周整。是，你看我给您糊这个怎么样，刮风不透，好下雨不漏。嗯，你用多少年呢啊，都不会皱。是，你看糊着糊着啊，怎么样，天儿可就黑了。对，怎么天儿黑了，把脑袋糊顶棚里了。嚯，他掉在那儿了。这活能这么干吗？这不能这么干，对不对？那什么低头啊，低头的买卖啊，修脚的。哦，现在也有那修脚的。哎，对，现在也有啊。啊，过去也有。是，哎，修脚的低着头，手里拿着人家的脚啊，跟人家聊天。是吗？边修边聊。边修边聊是那样吗？一般都是外地人。哦，说话有一点点口音。就是保底人多。我给您想一想啊。是是是，大爷呀，这个答应他也是有口音的啊，大爷呀。哎，老乡啊，揍您这个脚啊，揍您这个脚，也揍我给您修啊。是喽，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啊，修不了这么好。是，这换了胖人呐，怎么的，修不了这么紫密。是嘞，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修不了这么周正。哎呀，这换了胖人呐，嗯，非得把脚趾都给您修下一个去。嘿，你看看，低着头干活，不不不，眼睛看着人家的脚。行，干嘛这表情，这是不是，这个就不用非得看着脚了，但那位躺着呢，你学会抬着眼皮看看人家，对着聊两句。您的意思是跟谁聊看谁。哎，对对对，尊重人家。这个也不用那么高那么矮的，这不合适啊。合适，来一回。您来来，行行，嗯，行，都是上帝。嗯，一会儿我再演一遍好吗？修脚专场啊。大爷呀，哎，对，揍您这个脚啊，也揍我给您修。是，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修不了这么好。哎呀，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修不了这么紫密。是，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修不了这么周正。是，换了胖人呐，怎么样，非得把脚趾都给您修下一个去。嘿，你看我给您修这个怎么样，五个都木了。哎，对，改机器猫了，这个五个都没了。对，这不好看吗？这太难受了，这对不对？哎呀，大爷又来了，你非得致残疾吗？是吧？不是，我答应人家了呀。哎，行行行，换了胖人呐，修不了这么好，还必须从大爷开始。时间有限，这都八点半了。大爷有的是时间，加钱也没用，急死我了。大爷呀，就您这个脚，就我给你修，换了胖人修不了这么轴的，换了胖人五个都木了。对对，愣来，赶紧说完就、啊、还来，不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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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差不多了、啊，对对对，你们票价那么贵，可以了啊。那个，珍惜时间吧。这是低头、啊、低头的买卖。是是是，还有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怎么还有这个买卖呢？这叫当铺。哦，当铺，过去叫当铺，现在叫典当行。哎，对对对，现在路边还能看见有典当行。过去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九九归一，讲的就是这个当铺的故事。是，我给大家简单的陈述一下啊。好，一进去之后有一个特别高的栏柜，栏柜特别高。有的朋友说栏柜应该是这么高啊，顶多到这儿啊。对，顶多到这儿了。嗯，他那个比人还高。干嘛那么高啊？为什么这么高啊？有原因，因为这个说说掌柜的特别气人。掌柜的气人，唱当的这个人特别气人。那有什么气人的？比如说最早没有这么高、嗯、就也就这么高吧，正常嘛。
人家来当一个扇子。当扇子。先生，嗯，你看这把扇子，为什么来当当就都等着用钱？穷人嘛。他拿过来，嗯，唱当，拉长音儿。拉长音儿？这他们这行的规矩。为什么呀？旁边有一个写当的，让他注意，这儿来人了。哦，写当票那位给人时间，哎。哦。当多少？你要不换节电池吧？就这样拉长音儿，和丢砖似的。这位听，哎呀，这个东西，嗯，你给写十块钱吧。十块钱不会。十块干脆。啊，当了。不要。不要你干脆干嘛？要不说他气人呢。哎呀，那您给多少钱呢？多少钱？五毛。按提成来的。我努力了，真的。你少说话、啊。他们不乐。多少钱啊？十块钱东西给五毛钱？是是是。我抽死你！给嘴巴。拿起扇子，人家走了。那你追他去。追不上，这有栏柜挡着呢。哦，栏柜嘛。怎么办？嗯，想一个办法。您说。把这个柜台呀、啊、长高一截。啊，就不好打了。第二天又来一位。又来一位。比如说当扇子。还是扇子。先生，你瞧这个。是。当多少？真难来这还。您呐，嗯，十块钱。十块钱，十块干脆。哎，多少钱吧？不要。您说说，多少钱？啊、嗯，四毛。你捣乱吧，又便宜一毛。多少钱？啊、嗯，十块钱东西给四毛钱。是，你要昨儿来多好。我抽死你！哟呵，又一嘴巴。拿起扇子，人家走了。嘿，再看这边，他又抽我。哎呀。追也追不上，是拦着呢，只能把这个柜台呀、啊、再长高一截，省得挨打。第三天又来一位，来一位，大高个儿，倒霉催的，让人教这个啊，还是上当多少？想起脸疼来了，十块，十块，十块干脆不要、啊。那您给多少钱？多少钱？三毛七分五。好张头，我让你们猜，多少钱？三毛七分五，三毛七分五啊、嗯！我抽死你、哎！拿起东西，人家走了。好家伙！再看这位，还是追不上。那是，只能把这个柜台呀、啊、长得特别高，也为自己安全，比人还高。哎呀，哎，当铺的这位掌柜的，嗯，说话拉长音儿，包贬人家东西不好，狠狠地往下压线，他们这行的规矩，还得包贬人东西啊！就因为说话拉长音儿，还闹过笑话。您说说。有这么一位掌柜的，嗯，前门大栅栏买东西，嗯，买完了东西要走，想打车，哦，可不是现在的车啊，是黄包车、人力车，人力车去哪儿啊？想去天桥啊？没多远，没多远，嗯，人力车的主人呢，旁边看人家下棋呢，啊，他走过去问这辆洋车是谁的？问吧，一般老百姓这辆洋车谁的？对，都这么问。是他走过去，嚯、哦，还得做派，这辆洋车。水滴啊，外国人啊、嗯，拉长音儿是。洋车的主人吓坏了，怎么呢？哟呵，怎么了？摁着车干嘛？我的啊，我还要呢。嗨，以为当了呢。拉我前门要多少？多少？不要钱啊？不要钱？不要钱？这儿就是前门。哎，这嗨。原地踏步呢。I'm sorry。嘿，这难听啊！我说错了。啊，对，你说去哪儿吧？拉我天桥要多少？多少？大哥，啊，你要走着去，早到了。嗨，太耽误时间了。怎么这么费劲呢？啊。四毛钱啊，四毛钱，四毛，您坐还是不坐？对，不给话。怎么呢？绕着这个黄包车转了三圈啊，说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呀？胶皮不好，回头放炮。他走了。你包给人家车胎不好干嘛呀？他说人东西不好、啊、他不坐他也得说人东西不好、嗯、哦，就走了。对了，这毛病，毛病。嗯，我对这个啊薛微有些研究。你挺有研究的。薛微有些了解。挺了解。拥为我们后台还拥为有一位演员叫李文山。哦，李先生，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想当初您没有没有，
这家里倒着来。他父亲叫李小山呢，他父亲行三、啊、李三爷。三爷，嗯，李三爷想当初是一个无业游民混子啊，想找工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到一家当铺啊，问问吧。那很多年前，他年轻啊。对，他父亲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说话慢。哟，天生的，天生的，就跟拉长音一样。嚯、哦！经理问他，嗯，您都能干什么呀？都能干什么呀？什么都能干。这是他说的什么都能干是什么意思呢？啊、擦个桌子，扫个地，碎活杂活他能干。啊，零碎活。经理误会了，哟。啊。这位什么都能干，是说话还拉长音啊，甭问呢，怎么呢？别的当铺干过，哟，想跳槽上我们这儿来，嚯、哦，行了，兄弟啊，你呀、啊、上我们这儿上班来，你看三柜，三，什么叫三柜？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柜？嗯，分头等柜、二等柜、三等柜。您说说，头等柜房契特别值钱的东西，哎呦，头等柜去当是，二等柜珍珠玛瑙、哦、一些个首饰、金银玉器，二等柜去当是，三等柜就是平常老百姓家里用的东西，日用百货，穷人用的东西是是是，三等柜去当哦，你看三等柜吧，挺好。把他叫到后边，跟那个写当的先生俩人一认识，哦，俩人工作嘛，给他一个板凳，干嘛板凳啊？不是坐啊，啊，站到板凳上，要不够高，哎，露出一个脸来，小脑袋，往那一呆，是，就上班了，那不挺好吗？就这么简单，嗯，朋友们，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过去穷人多，真来了当东西的了，是，人家当个什么呀？什么呀？挠脖，挠铜铲、哎，铜铲，你当这个呀？哐哐，就那个铜铲。对呀、啊，哎，人家家里老母亲病了，急等着用钱，把吃饭的家伙给当了。这位干什么呢？戏班出身。哦，戏班乐队，乐队。哎，把吃饭的家伙给当了。您看看，蓝布包着，是心情很沉重。对呀、啊，母亲病了嘛，谁乐意当东西？哎，走你。就嚯，你再给递过去。递上去了。嗯啊，这位，呼，三爷。来买卖了，你喝这么快就来买卖了，是是，当多少，你上来就吆喝呀，三个字可就吆喝出去了，是唱出去了啊。说完之后打开这个蓝布看东西，坏了，怎么呢？他不认识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么大岁数人不认识这铜铲啊。那位大哥笑了，嘿嘿嘿，很正常，那是得会唱安静很正常，因为什么、嗯，我们看戏的时候啊，看不见乐队啊，乐队得侧幕条，侧幕条有的时候是在乐池，哎，对对对，他用的是那个锣鼓场面，没见过，没见过，这个很正常。哎呦，唱出去了，当多少已经唱出去了，对呀、啊，但是他不认识，怎么办？怎么办？你说、啊、大哥，这东西我不认识，您拿回去也不行，头一桩买卖呀、啊。哦，经理一双眼睛盯着我呢，哎呦，我得给他看看，怕失业，怎么办？他很聪明，这有什么不认识？他问人家当多少啊，他狠狠地往下压价，哦。本家就不当了，那不挺好吗？你拿起东西你走，我等下一位啊，就不用说这什么东西了，多好的主意。好，当多少，多少钱、嗯、这个东西嗯挺贵的、嗯、是20块钱东西，您给写10块钱吧，少当少输、哦、10块干脆，多少钱？不要。多少？我猜到了，这是你们的、嗯、这行的规矩。是，您说给多少钱吧？多少钱？5毛。这行的规矩啊。多少钱？5毛。10块钱东西给5毛钱？对，还打不着。问题是，我当了。哎呀呀！他当了。这5毛钱你当他干嘛呀？这兄弟，你稍微等一会儿。哎，对，都不相信自己听没听见呢。你是什么？我当了，当了。我母亲病了，急等着用钱，5毛钱也是钱，我可以抓几副药。哎，行行吧、啊，5毛钱也是钱，赶紧唱当。孝子，赶紧唱当。嗯，最难的就是唱当。这有什么难的？因为他得唱出这个东西是什么来。哎呦，写当的先生写出来。哦，写当票，拿到后边。哦，是是是，当票给人家去拿钱。好，都是这个流程。嗯，写那没办法了。是啊。写。准备好了。哎，写当还挺开心。写当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啊。对啊，准备好了。是，说吧。写、哎、缺钩短拍，现编、哦、编出来了。是吗？缺钩短拍，缺钩短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救火用的铜草帽，还成对儿了，大哥。铜草帽？那是铜的呀，还是草的呀？那谁知道啊？还只能救火的时候用？对，那是铜的话，那不得烫死吗？哎，这嗨，还一对儿？哎，对，俩人一块儿救。我天哪，真有意思啊！多少钱呢？多少钱？五毛。倒是也不贵，真便宜。倒是也不贵，真有意思，我喜欢你的。嘿，刷刷点点写完了，收获也没分。撕下来递过去，这位接过来，当东西的，这也泛滥。铜草帽，哈哈，还救火用的。我救过火呀。是，可我没带过他呀。带烫死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哎呀，你说相声的吧？你是？你说这个嘛？你还是个逗哏的。也就逗哏这么缺德，嗯，逗哏的幽默，对不对？这逗哏的没文化，嗯。拿着五毛钱回家了，嗯。转过天来，这位又来了，干嘛又来了？五毛钱不够用的呀，他得治病。这回啊，当的是单皮鼓，哦，就戏台上的单皮鼓，哎，笑哒哒哒哒哒，就那个蛇皮蒙的那种，哎，蓝布包着就过来了，还是得蓝布包。这回呢，心情稍微的好一点点，这有什么好的？来啊，不是你啊，我找铜草帽。这就嘿，三有外号了。他给的少，但是这个人幽默。行了，你夸他干嘛？三爷过来了，往板凳上一站，照影子，仿佛见过你。哎，对，别废话，走你。看这个，蓝布赶紧打开，小心翼翼。坏了。怎么呢？还是不认识？对，就没听过戏。按照昨天的方法来，压价，狠狠的往下压价。是，当多少？考虑考虑。四十，蛇皮的。40干脆。我知道你不要。哎，对，不等说话了。我也是瞎报。哎，对，抄上算。那就4毛。还就降一毛，4毛比我猜的少一点点，最多少一毛，少一点点。哎，好吧，是，我当了。啊，大哥，4毛也当？你要不要再想一想？这没有劝人家的，这价都砍完了，你劝人家干嘛？不想了啊！再想我妈都快死了。哎，对，你这么当下去，早晚得死。来吧，哎呀，来吧。来吧，写当吧，写唱吧，哟呵，来了，早就准备好了。我真是最喜欢跟你在一起上班。是啊，铜草帽一对。哎呀，昨晚回去跟我媳妇一聊啊，我们俩一宿没睡觉。嚯，太可乐了。哎呀，救火用的。哎，对，还一对儿。哎，对，我跟我媳妇说了，我们这辈子一定要买一对儿。哎，对，这俩作死呢，这是。这有意思，赶紧唱当。哎，我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来吧，去死吧你。对，来吧，唱。这什么呀？碎木船酒，木头钉子拼凑，钉子拼凑，钉子拼凑，一圈钉子吗？哦，钉子拼凑。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小皮洗脸盆，人物还挺清楚。啊，你让我缓一缓，太可乐了，太可乐了。小皮洗脸盆啊，皮的，是，能装水吗？对，装不响了。平时不能用，旅行的时候才能用，是不是？哎，对，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啊，我的天哪！哎呀，我媳妇得笑死，都顾及到，太可乐了，太可乐。多少钱？4毛钱。4毛，便宜。哇塞，真便宜，真便宜，太可乐了。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我眼泪都出来，我眼泪都笑出来了。哎，是，刷刷点点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这位接过来，又犯愣，小皮洗脸盆。还旅行用的？我旅行过呀。是，
我没拿它洗过脸呢。废话，洗过脸不能用了。我都冤得慌啊。嗯，你真有意思。呀呵，你一定是个逗哏的，多不要脸。你太幽默了。哎呀，我甚至有一点点喜欢你。算是他俩粉丝，你说。这位就回家了。是。整天的这位又来了。怎么又来？不够用啊，钱不够用。老太太坚持三天了。哎，这回当一面锣。哦，戏台那锣。一面锣。哦，蓝布包着。是，还蓝布。这回来的时候呢，啊，心情有一点愉悦。哎，对。哎呀，你很快就有一个新名字了。当铺该起名轩了。哎，啊，不是你。这谁呀、啊？我找童草帽。嗯、啊，小皮洗脸盆也行。嘿嘿，认准了、啊。三爷正在里边吃饭呢。啊，三爷，有人喊你。啊，碗差点没掉地下。好，饭碗快砸了。我猜啊，是他来了。对，心有灵犀了还。我那阵果然没有猜错。对，答对了。对了，啊，找的就是你。来吧，啊。打开，这回速度很快了。啊、嗯，那是，赶快看看吧。还是不认识。对，怎么办呢？还是不认识。当多少无所谓。嘿，头回当铺这么开心。嗯，无所谓。嗯，那就两毛。好，又砍一半。可以，可以。嗯，这不重要。是，赶紧唱当。对，妈，这妈也不重要了。我都等不及了。哎，对。我也等不及了，嘿，这俩人在挤得死他，我也等不及了。哎呀，太可乐了。是，小皮洗脸盆。嗯，昨天晚上跟我媳妇一聊，啊、嗯，我媳妇又差点没笑死。哎，对，一宿没睡觉，赶紧唱当。两宿没睡。这是个什么东西？我都等不及了。哎呀，来吧，快唱吧，我也等不及了啊。你们两个人啊，怎么样？都去死吧。那你也得唱啊。行。来，这是什么？瞧瞧。快快快。嗯。嗯，废铜烂铁打造，野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我头回听说饼铛有铜的。嗯，今儿又乐一宿啊，三宿没睡了，快。什么？啊，大铜饼铛？嗯，那能烙饼吗？放上去不就糊了吗？对了，该薄脆了啊！这有意思，铜饼铛、铜草帽，你啊，一家人，嘿，小皮洗脸盆，这有意思。是多少钱呀、啊？嗯，两毛，真便宜。刷刷点点洗完了，撕下来递回去。这回接过来，同样的表情，野炊用的，嗯，大铜饼铛，是，太有意思了。对，太有意思了啊！你等着啊，我现在就找东西去。嚯！当上瘾了，这位当时就回家，两毛钱都没领啊，钱都没要，好，钱都没要，妈也不要了，当时就回家找东西去了。是，他妈在家，老太太死在当铺手里了，就说了、哎、妈，你先等一会儿啊，嚯，我一会儿去，我先去听段相声，太可乐了，这是孝顺，这是不孝顺。好的，对，多久？很快，很快，多久？哎呀，赶紧找，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啊，你还别说，什么呀？真找着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帽镜。哦，过去那小帽镜，现在不多见了。是是是。打这边看是个镜子，对。打后边看呢是木头。在镶的木头上。哎，镶在木头里边。哎，抱着就过来了。是。哎呀，抱可是抱啊。嗯。镜子冲着自己。怕脆了。怕脆了。嗯。别闹啊！别闹！你一会儿就有名字了。哎，行行。而且有个新名字。哎呀，跟孩子似的。我都等不及了。哎呀。走过去了，是到这次心情十分的高兴。哎，三爷呢？三爷就知道三爷了啊！铜草帽，哎，快快快，饼铛，嗯。其实啊，我没走，对，还不如走呢。我猜你今天就会来。哎，对，有这能耐算命就不好。别废话，铜草帽、啊，走你！哎呦呵，递可是递过去了啊，背面。冲着三爷，那木头面冲着他呀！你瞧，还是不认识，他这也不认识，怎么办？啊，当多不重要，哎，不重要，一毛无所谓。哎，对，不给钱都行了，看这意思，不要钱都没关系。哎，对，我倒要听听他叫什么名字。说吧，快点，我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我也等不及了。哎，就行了，我也等不及了。
没他不热闹。缺砖短瓦，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呗一个。打后边看像一个木头小影呗，小影呗。这位一听怎么着？木头小影呗，木头的。那过两天秀珍四合院要不要啊？嚯，还天哪！这有意思，多少钱呢？人家说无所谓。哎呀，他得收档啊，他得收东西，他得把这个东西收回来。是，这一收不要紧，怎么呢？把这个帽镜啊转过来了，哟，一转镜子冲着自己了，是，把里边东西都给照进来了啊。他以为是一回事呢，一回事。别忙，还有，还有，内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暖瓶一个。哎呦，那有一人，是，好像是我。哎呀，我怎么瞧他？啊，他怎么瞧我？是啊，哦，这是个镜子呀，瞧出来了。